哎，镯子，香仔，我可以住你这里吗？我一个人睡害怕。你都这么大了，你住我这你干嘛呀？那不行。不行，我非要住这里。你为什么啊？兄弟们，一个小姐姐从湖南长沙坐飞机来成都，说只要我今天去接她，她就带我回家见父母，然后和我一起拍视频，你们看。Hello， 香仔，只要你今天来成都接我，我就敢把你带回去见父母，然后和你一起去旅行哟。终于要上飞机了，已经坐在位置上了，非常开心，也很激动。自从和Nani分开之后，我都十几天没刷牙了，今天刷个牙就出发。牙刷好了，然后再洗个头发。头发就不洗了，随便松一下就可以了。哇塞，必须把头发搞帅一点，必须搞帅一点。好，可以了。小美，叶仔，那我就去成都接我雨神了，你们两个要注意安全呢。小美，你会不会想我？你什么时候来？你想我的时候我就来，好不好？但是我接到小姐姐了，以后就不能和你一起拍视频呢，行不行？给我们做饭吃就行了。给你做饭，没问题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拜拜，有缘再见。啊。我现在从康定出发去成都，看到吗？康定上面现在还是雪山，好大的雪山，看到没有？然后等一下成都估计就是穿短袖了。现在到达了康定，马上就去成都，现在在成都路上，这是康定的收费站。师傅，把油加满。多少号的？95加满，483。嗯，开票吗？开票。好的，92是95。他怎么查我？一下高速就查我，查我什么？我天哪！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把查什么？把市面车窗摇下来。OK。你在录像吗？你拍我们吗？我拍我自己进的生活。再说我拍你们也可以吧，这不是法律规矩吗？好，可以，好，走吧。啊，我现在已经提前到达成都双流机场附近，但是镯子的飞机是23点钟起飞，从长沙，凌晨1点钟到。现在我没有地方去，我把车子就停这里，然后呢，就去这个紫宫庙店洗个脚。我现在心情很激动，真的不能平复，不知道等一下见面的说什么。待会儿见。直接上2楼吗？对，现在在2楼。啊，好。哇，这下面有钻石啊。没有，怎么可能钻石？看嘛，真有钻石。这不是钻石吗？不是。啊，不是钻石。哦，那是假钻石是吧？假。真的掉了啊！今天真的掉了，早就被人捡走了是吧？哎，嗯。那今天做什么项目？叫抖音团购的。对啊，抖音已经团购好了。第一次在成都洗脚，为什么这洗脚房里还有这个淋浴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洗脚的地方为什么这里还有淋浴？晚上可以免费在这里住宿的。啊，免费可以在这里住宿，还可以在这里洗澡是吧？对。哦，时间短是吗？那什么时候时间可以在这里洗澡住宿？12点半以后。12点半以后啊？对。那我等一下还过来。嗯。哇，好舒服。有点烫吗？嗯，还行吧。这里还有免费的点心是吧？啊？这里还有免费的。这个都是免费的。啊，那有些什么东西？饺子、汤圆、汤手、面条、面有炸酱面，有牛肉面。那你推荐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不知道你吃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那我吃饭。可以，有盖饭，有炒饭，你要吃什么？那搞个盖饭，我要填饱肚子，晚上还要干活，好吧？谢谢香喷喷的饭。镯子已经下飞机了，现在我
按摩验完了，直接去机场接我的女神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可以。公司办好。好好好的。我看到你头像那个。啊，哇，桌子好漂亮啊！赶快我来帮你提东西。到现在我才相信你真的过来找我啊。是啊。那赶快上车，看。我帮你开门。公主，请上车。哇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，真的。那我先坐好啊。好的。嗯。镯子到了。好。咱们先吃夜宵，再去找酒店好吗？好，可以。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OK。走吧。嗯。走。哎，镯子。哎。我们就在这里吃好吗？好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可以。那你随便点，老板。有啤酒吗？啤酒有。把你荐过来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咱们今天安排上啊。对，安排上。今天咱们不醉不归，好吗？可以。好，镯子，你信不信我用这个手机把这个啤酒开开？我有点不太相信。那看了。好。别打眼喽。好。哇塞，好厉害呀！哇，镯子，你倒酒倒的好满啊。没有吧？我也倒一个。来，镯子。来，先走一个，欢迎你来到四川成都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好，干了，干了，快点，吃个馒头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肚子饿了没有？饿了，饿了，那你多吃一点，把酒喝好，知道吧？可以，把烧烤吃好。好，嗯，行，吃。来，镯子，我们把它干了，我们就去睡觉。好，干了。好。不行呐，镯子。等一下喝。嗯，等一下喝。好。我也没干完，不行呐。下一口就干完了。啊，好。什么？你再喝一。再喝一个吧。嗯。那这次我们干了。好。嗯。能干完吗？干完了。干完了。嗯，好的，老板，哎，多少钱？马上好，好，快点。好的，哎，你慢点，你桌子还能走稳吗？啊，有点晕了。有点晕了，走吧。老板，哎、我们就住这里好不好？好。老板，那个是老板吗？拿两间房。哎，人呢？乖了，人都睡着了。老板，老板。老板，哎，干嘛？没事儿。你又睡着了。我拿房卡。哎，房卡放开了，走，走走走。走走，你今天就住这个房间好不好？嗯。我帮你把门打开。嗯。这个房间还行不行？哇塞。哎，走走，这可以吗？你就住这里。可以。那我就回我自己酒店了。好。咱们就明天见好不好？好。那行。